九三年的某一天，吹着大粗坑的金空，拍照尾啊做甲要死，六点嘛空空。想要做头家的心情，是一天嘛袂堪等，欠长日多，投资了金仔空。土地公伯啊来照顾，何必大家嘛好年冬，因囝无啊结成了后，一点啊嘛袂烘。细汉金仔角摕来做积木，贴甲有几人悬。大汉金矿连着四摆，算来嘛有几千万。甲弟弟嘛，大摆夜大拢收来藏，金球摆四百啦，遐遐几百项。因无来劝伊，唔通食甲两脚伊的唔甘。做人慷慨放侪，嘛袂少人。如今六鼎也空空，天公咧创治人，白发苍苍，伊破病嘛正重。当年全省食穿免钱的，嘛敢若阮一人。守信忠义是做人的第一要项。是做人的第一要项。